本人讲系台湾美丽的客家书法家庄秋台，今年得到为客家客家贡献奖的终身贡献奖。特别苗栗县长庄东锦就当堂去到庄秋台，托公馆用的花篮来祝福佢，还颁赠贡菜客家的同一品，希望其长期按100,000港元同付出。白色绿色的庄秋台是天龙之梯，特别了解江中人尤其辛苦的，土著家下接触民俗，画的作品都是农耕生活为主。1995年，诞生的台湾农耕系列66部作品，作品色彩丰富，有多变化，完整的展现出的天空陆空博物的各种样貌。相信啊，个景园内的画作，是全世界地图唯一的哦，将水土生长的整个过程呢，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表达，哦，保存也对于台湾农业发展的一个见证。除了对艺术的坚持，庄秋台那三万个推广客家文化，无论是教育、文化，也是音乐，都落身来推动客家，也拜得到为客家贡献奖的终身贡献奖。庄秋台当场来讲，没想到会得到安尼的光荣。我想倾自家力量，吼，倾一生的个跟努力呢，做都唔会做，就好个。我想人生就很认真。至于得奖呢，本来意外的一个，吼，一个荣誉，吼，系非常的感谢。沈母严重中东金，每期从球队提滚滚的发动祝福和团结建议，因此会同业内艺术家的作品拿来典藏。典藏。两个伊咪体点，当然本，阿只就艺术家尤其对客家文化，也鼓励以外吼，阿伊咪来啊，迄一天一必要的事情吼，我相信东艺会吼，阿都艺术艺人等吼，大家要不支持啦。庄秋台讲，为继续创作下去，三下台计划运用苗栗18乡镇有名的风景来做主题，为苗栗请一份新兵，每起完成对自家的希望。学生们用电脑，苗栗报道。